先不我欲饮醉，情有天爱俏从容，雕龙不识得中策，我看作是信魂中，望心无我欲苍穹，风铃刀百战诀的十大高手之一，刀法造诣达无心无刀的绝代高人境界，起手运招行云流水，虽使刀法却不带刀剑，仅以手指运使海市绝招，与一秋年收时功风铃运百丈桃禅等四人一结金兰。许久以前，一秋年一行人为保住机缘途中的长生不老药，开启风铃刀百战诀。逼进关，逼进关，风铃刀兄逼进关。红金时代高手以霸招为行，横庭国胜，六百冲，准备进入红铃刀之内。在大战前夕，玉苍穹为增加数十功胜算，先行铲除与鬼影同修的阴阳师，但玉苍穹也中了阴风气月掌，内伤成疾。最后的一剑，关系到你和你的同伴永远的自由。你确定要继续吗？一秋年，你向你穷人之所难。一拜。一剑魂跳，你休动！玉苍穹众人得胜，半张机缘图由易秋年等人所保管。要是快将天出金龙一丢出去，这令永远解读秋怀书法。今日该红书比尽在封印的过去。妖刀界之主妖后为将封印于风铃岛的众高手纳为己用，积极策划七星汇聚，破除风铃岛封印。然而，最终在妖后与玉界的联手之下，波尔刀王。这真龙七星汇聚，而被困风铃岛的众人也破除封印再现武。同时间，用这技心胸时，要完全解读了，既定阴晴黑笑，下中几座温庭的山峰，只要乾坤震动，发得气功冲刺，今后解决了封印洞。封印突破，因为洞穴。因目前都无甚物动静，各做最各做的代志。这就记录，难对秘境。不久，重出风铃岛的野仙分子鬼影，为取得机缘途中长生不老药的秘密，派遣鬼王官一探一秋年之末。生平尸体，总爱无所谓的毒枪哦。哼，我就进入你的脑中。找他们有何机缘呢？我厉害的易秋林，以前竟然红色自己的记忆，让我不得自禁呢。这怎会如此？还来路，幸会受害敌哥。察觉野心分子已开始蠢动，玉苍穹与风铃运再商对策。我来出事，无必要痛地所怒。现在因已经开始找出这项物件，难不成将剑刀一分为四，有四人分别保管，这样都会因全部夺到手，否则。就无法达成目的，但是我根本唔知影到底做呀。小皮生前敢无交代你？无啊，这就奇了。那现在已在谁的手上呢？这我未奈知，你未找到。也无呢。啊，刚好是命比这比两相之相，想必是你行事的红地。我为循环
你这边离去，那我就不再强留。必将楚行官城门为分开。之后，玉苍穹也针对鬼影展开调查，所以决定一探风铃岛。初探风铃岛，玉苍穹陷入鬼影所拍摄的阵法，竟在遇早已死去的宿敌阴阳师。阴阳师，怎么可能？阴阳相聚。空中阴阳师不定法，一定是鬼魂失态术。阴风阵，刀诀斗术法。玉苍穹虽身怀绝艺，但受困术法幻象，一时难以发挥。欲将楚行官城门为滚开，楚行官，看起来楚地术法也不止如此，先回去找苏奴再说。我今日归问在红莲岛拜师定教，只是故不一定。银棍就安之意，卖插袂就好。这种多鸟的心态，会造成不良的后果，会吗？数十公与风铃运，对于鬼影藏身风铃岛一事，却是采取消极态度。玉苍穹虽心中存有疑惑，但也只好暂时放下此事。不久，因风铃运邪入正道，四海第一家因此遭受波及，惨遭玉界围剿。用四海第一家受毁。受害敌家出事了。玉苍穹听闻，亦不顾危险，旋即前往援助风铃运。我来助力。应该把眼前的困境摆碎了。面对玉界源源不绝的兵卒，两人久战不利，顿时难以脱身。阴阳人断气波，神仙阴魂技，不久攻阴魂技来。什么？最终在数十公的术法救援下，玉苍穹及时护风灵运离开。即使明知九死一生，玉苍穹仍是为义结金兰的兄弟情谊，奋不顾身独闯险窟。玉苍穹有情有义的个性，由此即可看出。之后，玉苍穹对于机缘图一事，已察觉数十公众人对其隐瞒真相。不是将你心烦，因我感觉受恁欺瞒。言多之说，以求人以所求功，甚至是人力，也无相信我。其实，以求人早已将我天夺归去。此事必要问瞒我吗？如果因为此事让你感觉难过，我道歉。对于结拜兄弟们的欺瞒，玉苍穹颇为感慨。其闪烁其词的言论也令玉苍穹心中对机缘图一事生起怀疑。综合所求功与红莲恩之因，言多一事不明对我折多温暖，难道得人的情谊竟比不上这种机缘图吗？之后明白事情真相的鬼影，为取得半张机缘图炼制长生不老药，设计了玉苍穹。我永远也得不到长生不死，
欢喜，若是你愿意与我合作，咱就可以共同享有如此的权利。将相不怒，我是不敢妄想，但是有三事，若是需要与你商量。这是当初我问你监督在哪里，你骗我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我知道事情如简单顺，我也是宁愿相信你，枉费我时时真心对待，对兄弟之事尽心尽力，从来就不怕牺牲性命。我有要求过什么吗？你们三人竟然如此欺骗我，如此玩弄我，老兄弟，闪开！我也算是你的兄弟吗？当年阴阳师一亲，阮并不敌受教当兄，在五人的情况之下，我今日吸食麻药，甚至怀疑伊的人品。原来众人误解其心性已变，贪图长生，因此刻意隐瞒机缘图一事。你不是我那个老酒头的朋友吗？不错。来这找我有事吗？是你若从中顶开双手，杀气腾腾。然而满心愤怒让性格极端的玉苍穹走向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归之路。左九公，我要你上告比我精通的滋味。哎呦呀，那是啥动中呢？不会不会，怪谁不会？从中全是你欲从中，为什么是你欲从中啊？我了解你的气头上，但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。解释？哈，我听到了。该说只不过显示您对我的无信任，以及我欲从中无得到兄弟的信任而已。并非阮对你无信任，而是监督的秘密比兄弟情谊更重要。因此，您选择隐瞒我，选择与鬼魂合作来羞辱我。哈哈哈！好一个兄弟，好一个兄弟啊！与我挂袍断义，两不相干。请回。事到如今，覆水难收。现在我只惊事情不堪啊！迫不得已，咱也只能将当年那件代志给压压出来，或欲从中去无影之路。不时公为免玉苍穹将机缘图尚存之事泄露出去，竟欲将当年玉苍穹杀害阴阳师的秘密告诉鬼影。让玉苍穹忙于应付邪能镜，无暇分心。玉苍穹，杀一名子，因为下令经理部门不过吗？哦，无损牛。灵经终于开始动作了。左九公，你逼我死你！之后，玉苍穹来杀数十公，昔日义结金兰，今朝反目成仇。为死你，为前行，
压低敌军，前端有空中搜救工，五人分布，连续取留不必要机动。怨怒交织，玉苍穹出手毫不容情。金鸟瞬间，幽魂出外应声，行踪永不从中。朱石公命在旦夕之际，一秋年徒弟骆子商化身一秋年模样，出手化解这场干戈。你哦，算了。何相何相，老命差一丝都休去了。之后，玉苍穹转而向鬼影合作，共同制作长生不老丹。一方面欲以此报复数十公，另一方面也是为医治阴阳师那一掌的伤势。世外仙缘，玉苍穹再度逼命前来。重兴，他们一定要被人记住，莫叫我重兴。好，有请专门那个从中，注意激情一变，从中撒娇雄秋，一两尊宝。飞龙斩斩断一切是非恩义，玉苍穹执着报复的心理，在风铃印陨落之时也有了一丝后悔，但一切却已无法回头。红莲翁啊，是非也是泪，此时玉苍穹既魂不清。玉苍穹，你乃下得了手啊，你怎样下得了手？风灵运之死也让另一名结义兄弟百丈桃蝉前往执行玉苍穹。苍穹，是你可以搜救工，有无力来吐吧。一言不合，两人大打出手。压敌分布，因为红莲翁之势，必将无险，无敌攻心。都滚滚滚滚滚！玉苍穹唔通啊！玉苍穹虽轻易得胜，却选择放过百丈桃蝉。王会兄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活落去。之后，玉苍穹押解数十公一见鬼影。刘红，你经完成，是不是连出三粒，最后一粒是自毒自药？心口开红，你为我的修片吗？信不信由你。长生不老药炼制完成，鬼影却突然发难。乔文，现在过去以外有一段情谊，用尸体交我安葬。玉苍穹及时阻止鬼影毁尸灭迹的举动，并要云秀厚葬数十公。你留出来吧。这个，云秀厚葬大王是我心愿埋葬。之后，鬼影联合邪能镜欲除去兵险，所以医治玉苍穹身上故疾为交换条件。我今要用从军，也不谨慎。求你人心不怒是英子，情由天来孝成功，有容不惜诸君子，我敢作死信文中，人心不怒有成功。
无疑路人口兵士明德兄的战斗不错，我们要有些准备西蒙啊牛一梦，面对玉苍穹信手之招，战无不胜的兵险境面临败下。高手过招，生死胜败仅在一瞬之间。用你的攻门瞬间引爆，我从拥挤西固顶看不清眼前的景物，能在一瞬之间幸福幻听。兵险引动绝招日毁星辰，造成两败俱伤之局，但玉苍穹却选择放过兵险一命。这个你受伤了，轮流我错，真正错，我不该误会自己兄弟。你知道每次我伤害一人，我的心就如同刀割，比死更痛苦。这个好再看你一眼，就好不能再照顾你了。这个曾经唯有尽心尽力不顾一切，也曾经唯有肝肠寸断痛心疾首，又从容对损不死的欲望，终究是一场梦。所谓痛楚也随着真挚的友情消散一天地之间，再多怅然悔恨，只能天涯云端重拾昔日兄弟恩义。玉苍穹刀法造诣已达忘形无我的刀界高人，本应对世事淡然处之，然而其个性上重情重义，却敢爱敢恨的极端性格，导致一步行差踏错，便步向玉石俱焚的不归路，令一结金兰的情谊终归分崩离析，一代刀者更就此陨落，实不免令人唏嘘感叹，也足以警惕。